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个那个方程是它的对称中心。这个方程式哦，实际上是一个椭圆呐、啊。我把它写成标准式的话，我把它除过来的话，这上是九分之四九三十六嘛 ，x 减三的平方加上呢九是三十六嘛，四分之 y 减四的平方啊，等于一。好，那这个它的对称中心哦是多少呢？是三次。那我要写成哦 ，f(x) 呢等于零的那种形式的话，就写成 f 多少呢 ？sy 哈，等于九分之多少呢？这是 x 减三的平方了啊，加上四分之，这个是 y 减四的平方了，减一等于零。哦，这个是 f(x) 啦 ，f(x) 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、哦，给它带多少呢？带 f 哈、哦，x 那个 a 的话给它带 3，b 的话给它带4嘛，就2a 减掉 x， 2乘以3减 x。那 y 的话给它带多少呢？带2乘以4，哦 ，2b， 那减掉 y 看看，这个看会不会等于 f(x)。然后我现在给它哈，这个是多少？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多少？就九分之，这是六减 x 嘛，减三平方嘛，啊加四分多少？这是八减 y 减四嘛平方嘛，啊减一，啊这等于多少？六减三的话是三，所以这是九分之。三减 x 平方嘛，加四分之这四减 y 的平方嘛，啊减一啊，啊这等于多少？等于九分之 x 减三嘛，平方加上呢四分之 y 减四的平方嘛，减一，啊这个实际上就啊，实际上就是原来的那个二元多项式了。F 呢 ？Sy 啊，好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所以它的那个对称中心哦是三次，哦这 2a 减 x 嘛 ，2b 的话减 y 嘛，等于 F 呢 Sy， 所以 AB 就是它的对称中心，哦答案是三次。